这期本来是想聊聊人工智能与美股泡沫，但连续做了三期争议性话题已经招了太多骂，看的人火气大，做的人压力也大，这期就还是换个小众冷门但轻松有趣的话题缓一缓。我知道很多朋友初次接触聊天机器人是从 ChatGPT 开始的，但事实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有了与 ChatGPT 同样形式的聊天机器人，名为 Eliza。今年5月份，加州大学两名研究人员对 Eliza 和 GPT 同时做了图灵测试。测试的结果是，大约有一半参与者会把 GPT 误认为真人，而把 Eliza 当作真人的也居然接近四分之一。你要知道 Eliza 可是60年前的应用，那会儿别说深度学习、人工神经网络，就连基于统计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都还没有兴起。那么 Eliza 究竟用了怎样神奇的技术可以骗倒这么多人？这期就跟大家聊聊元祖级聊天机器人 Eliza 的故事。Eliza 之父是麻省理工教授 Joseph Weizenbaum， 别的不说，光凭老爷子这样貌，其实你就不难猜出他的纯种德裔犹太血统，而且和爱因斯坦一样，也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从纳粹德国移民到了美国。二战后 Weizenbaum 协助研发过数字计算机，搞过字符识别以及下五子棋的程序，并凭借 Sleep 编程语言成为麻省理工副教授。时间就这样来到60年代，这个时期的人工智能领域学者普遍积极地吸取诸如认知科学、语言学、逻辑学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成果，而恰好这时的心理学领域特别流行罗杰斯学派提倡的个人中心疗法。所谓个人中心疗法，核心理念就是作为心理咨询师，要以人为本，从患者角度出发，展现真诚和同理心，对患者的情绪表达给予及时的重复式反馈，逐步引导患者深入认识自己，并最终敞开心扉。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个人中心疗法，我举个实际例子。假如患者说，我最近一直觉得自己很没用，不管我做什么都觉得做不好，那咨询师就可以说，听起来你对自己感到很失望，那你可以说说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吗？如果患者继续说，我和我的女朋友总吵架，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继续下去，咨询师就可以说，听起来你和你女朋友相处的并不好，可以详细跟我说说吵架的事吗？通过这个例子，不知屏幕前的你能否看穿这套疗法的基本话术。假如你看透了，也彻底掌握了，那么恭喜你，可以考虑改行去做心理咨询了。Weizenbaum 的 Eliza 正是以当时极为有限的技术手段再现了这种对话模式，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我知道这个频道的观众里有不少技术大佬，看到这儿已经不难猜出 Eliza 的秘密其实就是简单的基于规则的模式匹配技术。比如当用户告诉 Eliza 我今天心情不好，他就会根据心情不好这个关键词回复你是什么让你心情不好呢，或者你为什么认为你心情不好呢之类的句子。原理固然简单，但在实际实现时肯定会面临一些细节上的问题。为此，我特地找来了60年前 Eliza 的原始论文。在该论文中， Weizenbaum 明确指出了就当时技术水平来说的5个技术难点。第一，如何从用户输入中提炼出最重要的关键词。第二，如何确定关键词周围出现的最小上下文。第三，如何选择合适的转换规则。第四，如何实现智能回应机制，说白了就是万一没匹配到关键词怎么办。第五，如何实现有利于编辑的机制，特别是在脚本层面提供扩展性。那么针对这五个技术问题， Weizenbaum 是怎么解决的呢？首先是关键词识别， Eliza 有预设的关键词列表，而且每个关键词都会对应个优先级，如果在用户输入中匹配到了某个词，就会放到一个堆栈里，优先级最高的放在最上面， Eliza 会根据高优先级关键词所对应的规则来操作和转换用户输入。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确定最小上下文，答案是通过关键词周边的词来决定。比如在 Eliza 的列表中， You 是一个高优先级的词，识别后也要同时看看 You 后边跟的是什么，如果 You 后边跟的是 Are， 那说明用户在做一个断言，而如果后边跟的是 said， 那就说明用户在回溯此前的对话。 Eliza 需要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做出相应的回应。第三个问题是怎么确定转换规则的问题，答案也很简单，就是基于刚才说的上下文选择对用户输入进行分解和重组，
比如用户说的是 you said， 就可以转换为 I said 不啦不啦。如果说的是 you are， 那就转换为 I am 不啦不啦。第四个问题是什么 cover 到没关键词的情况？答案是蒙混过关，比如用 oh I see， I understand， 或者 go on 之类的通用回应敷衍过去。第五个是编辑和扩展性的问题，这其实就现在来说已经不算问题了，系统本就透明可控，扩展关键词和对应规则就可以了。原始论文以及在线演示我都放到了视频描述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趋势。看完以上这段实现原理，可能不少人会对 Eliza 嗤之以鼻，就这么个简陋的玩意儿能有什么用户体验？但正如本视频开头所说，根据今年5月份的图灵测试结果，有接近四分之一的参与者误把 Eliza 当作真人。你想想，在经过大量现代科技洗礼后，尚且还有四分之一的人被蒙蔽，更不用说60年前初次使用 Eliza 那批人是什么感受。那是一个没手机、没互联网、连个人电脑都没普及的时代。根据当时各种媒体报道和 Weizenbaum 本人的回忆，当时试用到 Eliza 的人绝大多数都认为 Eliza 具有极高的语言理解力和共情能力，很多人甚至对 Eliza 敞开心扉后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情感依赖。哪怕像 Weizenbaum 的秘书和学生这些很大程度上了解 Eliza 工作原理的人，也往往会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向 Eliza 倾诉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感受。当然，认为 Eliza 具备自主人格和自我意识的也大有人在。人们对 Eliza 的这种完全不切实际的狂热让 Weizenbaum 感到十分困扰，这也成了他日后撰写 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这本书的主要动因。在该书中他提到， Eliza 的原初开发动机其实就是对罗杰斯学派个人中心疗法的揶揄和恶搞，因为这类精神疗法既不需要对对话内容有任何理解，也不需要具备任何现实世界的知识，你只需要不断地将病人自己的发言再换个方式复述给他们即可。所以那些没有任何生活和情感问题的使用者往往不会上这个套，立刻就能戳穿 Eliza 的马脚。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彻底将自己置身于心理咨询患者的角度，结果就是彻底上套，和 Eliza 一问一答搞得有来有回，逐渐感情一入，甚至敞开心扉，就完全掩盖了 Eliza 本质上仅仅是个复读机的事实。当然，中国也确实有句老话叫做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仅通过实现简单的复读反而模拟出了人味，那也算是歪打正着了。其实这类现象还有个专门的术语，就叫做 Eliza 效应。所谓 Eliza 效应，就是将人类的部分特征投射到 AI 应用上，使用者就会倾向于认为 AI 像人，甚至拥有自我意识的现象。这种现象从本质来说，就是对 AI 的实现原理和实际表现之间产生认知失调的结果。Eliza 效应的实际例子实在太多了，比如我上期提到的 GPT-4o 尖叫引发恐慌的例子，再比如我很早以前做过的远程遥控 Amica 照镜子就可以让一大帮人误以为 Amica 真有自我意识的例子，再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大语言模型幻觉也会被各种人类大儒辩称这其实是 AI 学会了骗人。凡此种种都可以视为 Eliza 效应的广义体现。Eliza 效应起码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把工具做得更拟人和把工具做得更智能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概念。而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的普通用户其实更吃前者这一套，只要你能把工具做得更拟人，就完全可以大幅度掩盖工具在智能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换句话说，作为开发者，如果希望用户对你的产品产生浓厚的情感依赖，那么充分利用 Eliza 效应将是一个非常廉价又有效的策略。 Eliza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在人机交互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般的存在。虽然从技术原理来看，它不过是一个简陋的人工无能，但对于之后60年的人工智能发展，它实实在在地揭示了太多东西。尤其是和今天的 ChatGPT 相比，你能看出多少相似之处，又能找出多少不同呢？
比如说在我们理解什么是理解这个问题上， ChatGPT 就是个特别好的对照。假如说 Eliza 这种捕捉用户输入的关键词，根据规则简单替换的方式完全算不上理解，那么用 Transformer 长距离捕捉高权重 Token 进行高维向量转换后的概率性输出，就可以视为真正的理解吗？除此之外，诸如这一年多以来各种 Eliza 效应的生猛再现，普罗大众对 AI 的乐观期待与心理变化，实在有太多太多有趣的对照点值得思考，但篇幅有限，这里就不一一展开说了。而另一方面，作为人工智能领域最出圈的测试方法，用图灵测试作为衡量智能的标准到底靠不靠谱？我们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守着图灵测试不放？下期如果没别的优先话题，我想聊聊这个。那本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